各位热爱音乐的朋友，棘山有好嘢想介绍俾大家。今次要介绍的是波兰 APS Active 监听喇叭 Classic 2020。它有咩咁特别呢？继续睇落去就会知噶啦。Classic 2020是 Classic 的进化版，喇叭的材质用了自然的木纹饰面，在外形上体积扩大了之外，低频反射端口亦都重新设计过。对比起上一代 ，Classic 2020的声音更加自然，中频更加清晰透彻，而低频就更加精准，同有更高的控制力，整个频响范围具有更大的动态。另外 ，Classic 2020配备了 LED clipping logo 灯，蓝色代表正常通电，当信号超载的时候 ，clipping 就会变成红色，进入保护模式。讲几多都冇用。有兴趣的话，快啲上嚟棘山，亲耳感受下 Classic 2020嘅靓音质啦！如果仲想知多啲，可以上以下棘山网址同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IG 专页，咁就可以随时留意到最新消息啦！